这几个部分，我就觉得说是不是可以大家考虑，也放到我们的结论里面。为什么现在有一个很困难的事情啊？就是我们过去倡议那个水土宜家、城地环境资源部，所以不论蓝绿两党谁执政，研讨会送进来版本哈，林务局跟林业实验所都是在环资部，但是哈。这个曾宝基担任主委之后，就开始有人运作啊，就是农林渔牧一家啊，又把要把农业局再拉回去。那结果呢？后来他们去运用了一个方式，就是鼓励林农出来不断的抗议说，如果进到环资部，环资部会不顾这些林农，他们会失去很多的福利。那他们又说，这些林农事实上都是农会的成员，也是农民，所以不应该进到环资部。那当然，我是说森林法都没有变啊，那要什么样的福利都没有问题，就从农业部移过来，农委会移过来环资部。但是他们已经很成功的鼓励了这些林农的恐慌。那不论蓝绿两党的所有的区域立委压力都非常大，所以后来我们在讨论的时候，我就让步，就是说国有林还是要留在环资部。但是呢这个研讨会的意思是说，我们地方政府辖下的公私有林不论已放林未放林的都要回到农业部去。后来我就跟一些朋友讨论说，我们好像抢救人质一样，老弱妇孺先抢救回来啊。我说还没有放领的公有林也应该放在环资部。后来农委会他们同意的，所以现在就是林农已经放领给林农的这些私有地呢，是留在这个未来的农业部。那本来在农业部里面下面要设一个林业司，那后来我们就说跟林产相关的才留在农业部，所以就变成是林产司。但是现在出了一个问题，是陈宝基主委连林业实验所都要把他拉回去农业部。为了这个事情也当可以说是大战300回合啊，因为你林事所回到农业部去，那环资部里面就没有林事所。那他们这个有一个内幕消息是说，现在的林事所所长呢，他担心到了环资部他未来没有政治前途，如果留在农业部他未来有可能担任市长。这个是林事所内部的人偷偷跟我们讲，我相信应该有他的可信性。好，第二点呢，我跟大家报告这个农业部农业部下面我们现在还有一个问题是海洋保育署。海洋保育署如果成立，我们必须从渔业署里面拨人过来，从这个环保署里面负责海洋污染防治的拨人过来。还有海巡署本来的水上警察，以前他们在学校里面训练就是可以进到我们海洋保育署，那现在的海洋保育署还没有成立，他们都进到海巡署，还要从那边拨人过来啊。那这种情况之下，还有从林务局林务局的这个生态保育组要拨人过来，那他们就说这个知识挺大，非常困难。所以呢，海洋事务委员会先成立，成立完以后我们再来成立海洋保育组。我说不行，因为一旦扛棒招牌挂上去，一个萝卜一个坑，办公桌都摆好了，没有任何人要让他的部署离开他的单位，那海洋保育组永远不可能成立啊。所以现在的非常吊诡的情况是，国家级的国家海洋保研究院看起来是比国家比那个海洋保育署更有可能成立，反而是海洋保育署现在有困难。那在最后一次在王金平院长前面讨论的时候，本来王院长差一点说，那我们就是环资部、农业部、海洋事务委员会先成立，那海洋保育署以后要成立。我说不行，因为呢到时候什么都动不了不要骗我。那王院长后来也承认确实有这样子的关系，所以现在海洋保育署等于卡住了农业部、环资部跟这个海洋事委会的成立。那这个事情听说是海洋
保育海洋事委员会下面，因为现在只有一个海巡署，海洋事委员会下面只有一个海巡署。本来马英九总统答应要成立海洋部，海洋部不但没有办法成立，只成立海洋保育署、海洋事委员会。海洋事委员会下面就只有海巡署，只管抓走私，完全不管保育。那个时候我就跟邱念伟在上个会期，我们在这个朝野协商的时候就冲进去，我就跟王新平院长讲说，我们60年一次的行政院的主改，海洋保育在哪？他也认主，他那个时候我拜托柯建铭委员不可以签署同意科技部的成立，我就是要海洋保育署把它绑在一起。但是后来因为吕学章委员不断去运作，那个时候科技部让他成立了，那现在海洋保育署还吊在半空中，所以我现在是卡住三个部分。那民间如果没有，我那时候拜托那个邵老师赶快写一篇文章说海洋保育署非成立不可，那也感谢邵老师写。但问题是我拜托必须拜托我们的 NGO 的朋友还有学术界的朋友赶快站出来发言，因为我很担心我们下个会期就是这一届的最后一个会期，到了脱无可脱的时候，我很担心会有表决的，他们本来上个会期就要表决被我挡下来，所以我很担心下个会期，因为大家都忙着选举，很可能这个会期就要表决。那如果民间的力量不够大的时候呢，搞不好连那个林业实验所都会被拉到那个农业部去。那我们的海洋保育署事实上就是用成立，我们有成立一个国家的海洋保育署就够了。那事实上就是因为呢成立海洋保育署，我们这些懂海洋的人才有机会进到国家的体系里面去决定政策、运用预算，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那这是关键最后一步。那我再一次拜托大家，行政院组织改造呢，很像我们这个改造生产线。这个生产线如果错误，它出来的产品就是一个一个都是错误的产品。所以我先花点时间跟大家做以上的报告。那希望说大家今天可以在这个结论里面把刚刚的一些状况好纳进来。谢谢。好，那我想我们就是政府组织再造的这几个问题哦，的确这个部分在我们过去几届大家都有讨论这个问题啊，实在是我们对我们的不管是行政立法的效能有点失望，或者已经拖到我们大家都意兴阑珊啊，谢谢委员也提醒关键的重点，不管怎么样他还是在跑，那有可能还是会制定我们比较担心的奇怪的一个组织哦。那刚讲邵龙道老师也是鱼类跟海洋的权威哦，我是有要补充 OK。那对不起哈，为什么我发现说他们比较愿意让这个国家级的国家海洋研究院通过，但是不愿意让那个海洋保育署通过？我还是坚持哈，这个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国家海洋研究院不需要公务员的资格，不需要公务员资格，我们可以譬如说200个、300个名额都没有关系，可以做长期的研究。就像国家卫生研究院可以做长期有关教育的研究一样，不是那种片段式的委托案。但是海洋保育署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是关乎的我们未来整个海洋事务委员会一定要有一个正式的一个国家机制的这个独立机关，那是个三级机关啊。那不然的话，老实讲，我是说服了李学章委员，我说是非常丢脸。你其他国家的海洋保育的官员来台湾拜访，你要带他去哪里？难不成要带他去渔业署吗？难不成带他去海巡署吗？丢脸丢到家，连国民党的委员都听得下去。但是现在有一些海洋海巡署的官员，大家担心多了一个机关，他以后要担任这个海洋事务委员会主委的机会会变少。我把话都讲白了，说海洋保育的人不会想去管海巡的事情，未来的主委还是海巡署的人。即使把话讲到那么白，还是有人扯后腿啊！所以拜托大家一定要在这个最后的关头，这个发出声音来啊！不然的话，我好担心。我上个会期已经靠我一个人力量挡住了。
的这个会期是不是还可以打得下来，我都好担心哈，谢谢。谢谢委员，那我想这部分也就把它纳入大家的一些讨论。那如果大家有一些任何还不足的，有说遗漏的部分，麻烦大家再提供哦。那接下来要不就要靠秉恩这个白海豚妈祖庙的员工哦，看看想不想让白海豚审议一下，去给这些立委给他们严谨告哦。还有哪些我们在今天讨论大家觉得很重要的有遗漏的部分，要看。对不起啊。我刚刚说挡下是挡住那个表决啦，哈、哦，不是挡住他通过，因为挡住表决，我们才有机会能去讨论啊。谢谢。我们刚刚我们的政策倡议小组已经有提过了，说大不了我们今天就宣布埋锅造饭，占财政委员会不走，大家心里开始忐忑，瓦斯没关还是什么没关哦。好，没关系，还有什么问题大家觉得还要再列入的部分，真的时间宝贵，我还是强调在我自己的经验里面去，虽然大家还是觉得先总统的部分这个威信严重受创，不过我觉得提还是有一些一定的效用嘛，我们也不知道他会不会突然哪根筋不对，或者那个回光返照，可能愿意主动去推动什么样的东西。但我们过去去拜访、去建一些项目，有些照老实说，的确是有产生一些效果。所以这个部分的资讯资料，说我们要呈给我们刚提到的这个总统，或者是下任的总统候选人，或者是现任的国会跟未来的国会的这些候选人之外，我们当然也希望通过这个会议，我们慢慢凝聚一些共识啊。所以我们刚刚小组有提到过，未来我们也希望把我们团体之间相互的一些资讯平台的部分，其实已经在做了，就比较做一个更缜密的。我每次看新闻，那个社会新闻，人家黑到什么中山联盟都会用 LINE 来 call 人，我觉得我不是也要弄个 LINE 说，哎、欸，我怕你环保署给我提乌啊，然后狼兵来怎么样？我觉得我们这以后也慢慢要善用这些软体来做一些事情才对了。哦，待会可以玩一个游戏，大家把 LINE 打开，我们一起摇一摇，然后全部就一起互加，这是一个方式哦。OK， 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我们把握时间，就表定我们还有八分钟的时间。有没有我们刚刚讲报告的你那一组？你觉得还要再做一些补充的部分？赶快把握机会给大家。那当然，因为到4月22去拜访之前，还有一点时间啊。你们到时候召集你们各组的部分，还有一个方法是，如果真的回去发现还是有一些漏掉的，想补充的部分，随时还是可以寄给我们。那我们刚刚这一组有提到了，我们有一点现在跟环保比较没有一点关联，就是我们的 NGO 的促进法，其实这还蛮重要的。我以前听过一个还蛮悲惨的说法是，我们这些社会运动者未来都是新贫阶级，就是要被救助的人。你们现在年轻抛头颅洒热血，在我们现在制度的发展，未来我们是那个贫困要被救助的。所以我觉得怎么样去做好这些 NGO 的一个我们认为重要的促进的平台。我刚讲过，政府可以为了文创丢10亿、100亿下去，让文创产业欧北灰瓜就灰旅之瓜起。我在想，政府怎么没有一个促进 NGO 的什么的活动，然后丢50亿，说我每年要丢50亿给这些团体，看你们要做什么？为什么不是如此呢？那这显然是我们对于这些资源的积极的掌握程度的影响没有更努力哦。那这一块我觉得我们是可以试着再做加油努力的事情哦。有没有各组还要再建议的？有没有漏掉的事情？还有吗？还是有人要宣布参选的也可以哦。漂流木也有影响，哦，我问一下韩习主席一下，那个周站长说讲到那个韩习主席不是走私嘛，那韩习主席在我们台湾跟常常在做这个选漂流木的，那韩习主席又在做那个我们在做工艺师啊，做漂流木的啊，啊，等一些那个杂木，啊，像这样子我们有没有影响到，啊，会抓。哦，这个关系很久远，对，就是如果成立这个海洋资源部或干嘛的，这是不是属于要去做的什么内容？不过这个当然很细节的行政执行的部分啦，那这个怎么界定？可能有些包含可能不会在魔法，你搞不好是在一些行政细则上界定的部分啦。不过我当然也可以通过这个平台来做一些访问。那您是要请教委员吗？
委潘姐老师聊聊，他在请教的时候，刚刚委员提到，就是说海巡署现在都抓这个走私干嘛的人，他们也遇到一个困扰，甚至做艺术工作者常常在捡这些漂亮的木也会被找麻烦。他在提到这些会不会在未来改组可能会产生一些影响？我是觉得改组的时候，刚刚因为老师跑来跟我讲说，海洋保育署应该跟海洋文化也结合，尤其是地方上海洋文化结合。那我是觉得说，漂流木实际上可以是一个海洋的文化之一。好，这些树实际上经过海洋的洗礼。那当然有人是认为在这个森林法里面，我们前不久为了那个内湖的那个漂流木修了森林法啊。不过我是觉得说，我们阿美族利用漂流木做艺术品，这个事实上是不一样的这个怎么讲领域的问题。那这个在母法里面，在组织法里面比较没有正相关。就刚刚洪林讲的是在这个行政命令跟执法里面比较有这个相关性啊。那我是觉得说即使多了海洋保育署啊。对我们的也没有说更多的这个限制，所以如果现在有这样的问题，我想我们也可以跟海巡署来开一个协调会，就是我们证明这个就是漂流木，这不是我们去盗伐的，事实上，不应该对我们做这样子的一个这个过去他们的惯行的手法，确实是造成了我们的这样的困扰，这个我们可以开协调会，好，谢谢。那还有没有其他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呢？其实我有想到一点啊，前阵子我看一个新闻，不过这个已经发一两年前，是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就是高雄有一位里长，就是检举那个废弃土就被打死了。其实我听到这种部分难过，包含之前陈嘉华老师也一样，类似这样的部分就被黑衣人打，虽然就是随便抓个人就交差了事啦。我觉得对我们来讲，这绝对是未来可能会遇到的问题啊，所以我觉得。怎么样在保障我们这些在所谓的环境运动的这些工作者，怎么样有一个更理想的保障的部分，怎么去走？我觉得这一块可能是我们未来要去想想，怎么样大家相互之间的这些保护跟保障的部分，这个可能我们还是必须要在很正式这样去走。那刚刚谈到参选，的确啊，有几位伙伴，我知道不管是绿党、树党，都有几位帮文鲁宾，他今天没有来，不过他已经决定要挑战台北市第一选区的第一首中委员哦，那。OK， 我相信我们很多团体到年底之前，可能都要想办法有一些部分要走。那包含汉森跟署长现在的这个召集人这个嘉宇也是一样，就是汉森是文山区嘛，然后嘉宇是万华区嘛，所以继续挑战。所以我想接下来只要对我们环境政策友善的部分，我们都希望让这些人可以得到一些更好支持。那当然。因为我们当然比较担心的部分是有提到，就是说，因为按照法规的部分，按照自己内规的部分是他们只能连任一次，所以他在今年，除非是修这个法绑桩，就修这个法别说，不然的话，大概委员原则上大概就是到这一届期为止啊。所以刚刚他也特别在我们小组有提到，我们在这边也可以讲，就是说我们对于呼吁之外，大家可以善用，就是说我自己很谢谢我们有很多的委员很棒，包含这些助理先比他也在彭委员办公室做助理。我们常遇到一个问题，要资料要不到。那我觉得办公室委员的办公室很棒，常常就说你要什么资料，你打好字，我们就帮你发了。很好用，对不对？所以这个部分都是未来我们觉得在这一年里面，大家可以善用的非常多的资源在做什么。那我想这一小组会整理更多的一些资讯跟资料，跟大家来做一些讨论哦。那还有没有什么大家要再补充的？剩一分多，大家是累的呢，还是在沉思，还是对国家很忧心呢？是什么某种状况呢？不过一天的会议真的很辛苦啊！我们请环境咨询协会的秘书长瑞斌。我讲一点技术性的问题啊，因为大家可能都很客气哈。那我只讲一个例子，现在环教法通过，环教基金通过，那很多团体可能陆续有些有申请，有些没申请。好，但是我遇到最头痛的就是政府在核销上面对 NGO 使用。这个经费的钳制非常的严重，而且越来越严重。
那我举一个笑话啊，给各位听。2014年环保署退我环境资讯协会一张发票，好，其实退了十几张了，其中有一张发票是就像我们今天办这样的会议，后面有一桶咖啡，他这张发票没有退掉，大概也不过才可能700-800块或1000块，理由是会计科目上面写的叫茶水费。各位知道这个笑话吗？哦，茶水费不可以买咖啡啦。哦，啊，这年头办志工培训，会计科目是这样子诠释的吗？我不知道。哦，我只是说2014年的行政院环保署退我这样的发票，然后我还在网络上被人家亏，你环境资源协会哦，就漏哎，连章都不会写咖啡水就没问题。好，啊，为了那一张发票搞死我们，就是一轮。好，啊，但是在中间其实搞掉好几轮。好，啊，我是说这样的事情呢，在我们谈政策好像听起来是很 low 的执行细节。好，啊，但是也涉及到大家也觉得很好玩啊。我们谈了半天，又希望政府要编列基金，政府要干嘛，政府要干嘛。但是事实上，弄了任何的事情，结果在执行的时候就是另外一套。好，哦，那我觉得这个其实有所谓公平性的问题，所谓公平就是公平交流怎么跟政府合作。好，哦，在一些执行上面的规范、会计的核销、很多的原则，好，哦，其实是要对的。好，哦，就像外交部，好，哦，他补助我们 NGO， 我们替政府去打外交仗的时候。出比集团上台会办哦，补助你机票，而且现在是剩下半张机票。好，那补助半张机票，结果呢跟你要很多莫名其妙的那个核销的单据，但是这讲不完啊。啊，我只是说他们自己出国呢，公务人员写的差旅费可以按照什么国际不同国家的标准，好，那个住宿是多少钱，上杂费是多少钱。但是对于跟 NGO 的合作的时候，是要你任何一张单据都要拿出收据出来。我们甚至有去参加那种研讨会，3天2夜，包含住宿整个费用。到了外交部的时候，他跟我们要求说，你不能够只给我一张报名的费用，假设是15000块，你应该要给我住宿花了多少钱，他吃饭花了多少钱，老公。这几杯都已经就两杯了。好，那谈到这边就好，不要再耽误时间。这个有很多，可能还要再做一些努力哦。就多拖了一点时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个，我们新进的施老师有要帮我们，所以因为施老师也是环盟的创会会长，那也是我们现任盟的市长。来，我不知道施老师有没有要帮我们说些什么。谢谢洪林啊，我想我今天在这个地方啊，主要是要各位向各位表达说这个啊，大家愿意啊，这个每年啊来参加 NGO 环境会议啊，是令人感到很好的一件事了啊。今年的会议啊。这个在筹备过程的时候啊，差点流产啊。那大家啊，能够本着啊合作团结的精神啊，让这个流产的事情啊没有发生啊。在此啊，我想应该大家啊应该互相鼓励一下啊。我想，环境团体啊是。相当弱势的团体啊，议题非常多啊，如果要能够有所这个成就的话啊，一定要团结啊，大家的力量啊，才能够对抗啊这个政府以及财团啊不当的这个一些政策啊或者措施啊，今天能够
大家共同针对许许多多的议题大家寻找共识采取一些对策我相信这个对我们进一步还愿的这个推动一定会很有帮助特别这次写出这个公民参与还愿欢送这个我们一直都是国家的主人但是长期以来我们都忘了因为我们的这个朋友他叫做非常的忙非常的忙为了磨砂等大家都做玻璃所以才会有我们环保团体的存在因为我们这个有这样的使命感所以愿意在很多这个忙碌的工作之余愿意投入这个环境议题的推动那我想社会对我们有很多期待那我们也除了这个尽力来做好我们要推动的这些工作之外那么唤醒更多的公民来加入我们也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情那我想这个很高兴各位长期以来在环保运动上面努力奋斗到现在但有些朋友会转换跑道希望比较直接来参政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道路那这个也是需要大家团结努力看看能不能促成我们有志这个从政的这些好朋友们能够真的能够进入这个政治的领域那么发挥环保的这个力量那我想NGO 环境会议重要的目标当然就是希望台湾能够永续发展那我们希望有更多的朋友们在各个领域都能够提出这样的理念使得我们国家的这个各项的这个政策措施真的是能够提我们子孙永续发展台湾永续发展这样的一个愿景来努力那谢谢各位谢谢各位。谢谢老师，我们刚刚还有个问题要增加来，就把握一下时间哦。大家好，我并不是要那个问问题，因为刚刚洪明大哥有说可以宣布参选，所以我就在这里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大家好，我叫 Peach， 然后我本名是孙博宇，我是在宜兰这边要参选今年的立委，那希望可以获得大家的支持。好，相信我们公都盟的统计，我们未来说大家来协助我们公都盟对于立法院认识啊，因为真的非常的重要。那我觉得现在跟以前的确也不同。我记得大概十多年前，我跟汉森那时候在参选，如果要宣布要参选，第一个人家就会说：“张宏明这小子，原来你以前在弄环保，是为了要选举嘛？”大概我们就会被贴这样的标签，就是做政治就是原来没有目的。那我永远搞不懂，我们碰环境运动十多年。我们或者有些人关心这个劳工十多年，有人关心什么妇女儿童十多年，他为什么还要找一个演员来演他懂的东西呢？而且又演得那么糟糕。所以我觉得这几年有一个氛围，通常出来的大家比较担心是说刚没掉我准备后当然那个关心比较多，但是从来没有人在怀疑说原来你出来选举是有动机，原来你的选举是如何。我觉得这个氛围上在这几年的确有很大的转变那我想有些人喜欢直接在第一线去救助需要帮助的，我很喜欢举动保的例子，有人会卖一栋房子两栋房子花500万1000万在救流浪动物，我觉得那很重要，我也很敬佩这些人。但有时候我也觉得我们能不能也花1/10的时间跟1/10的金钱就来到这样的地方去解决政策的问题，那我觉得没有冲突，同时都有人做了。我想我们今天在去比这样的会议目的也是希望让大家集合起来，
那今天这样的会议，我们当然希望以后一定是持续不断在进行，把一些更多力量来做一些凝聚啊。所以有人如果宣布要参选，要去进行，我想那一定是我们非常期待的部分，有更多好的人进到立法院哦。这个公都盟的说法，我们会说没有正常的国会就不会有正常的国家，所以我们需要更多，至少要过半的好立委进到立法院，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哦。还有没有什么？还有要宣布？要求婚的，要结婚的，还有没有？如果没有的话，那 OK 了吗？那今天让我们谢谢环保联盟，刚刚施老师也帮我们做一个很棒的一个结尾致辞哦，就是很谢谢这些团体哦。那当然更谢谢大家参与，因为大家真的非常宝贵时间，特别台东那么多的伙伴一起过来了。我们是不是给我们自己一个掌声？对啊，然后我们。OK， 好好，刚刚有讲过，就是我讲的，就是说，如果大家有要再增加的，随时再写信给你们，当初就邀请你们的这些团体，请他们来回应。那其他我们讲的有重复的部分，那个文字的修整的，我们再来做一个会诊的讨论哦。像比方说，我们每一组要有五个诉求，我就发现关怀生命协会的他们就有八点哦，哎，这个要怎么调整或者都列，我们到时候再来做一些讨论哦。那这一块就是如果大家同意的话，就由我们这边几个小组，但这些资讯我讲的。你们如果有一些任何的内容，就欢迎可以来提供。那我们原则上4月22号会进到总统府去，然后大概会有10个代表，然后我们会进去里面去做这些资料的递交。然后如果有八字比较硬的人，觉得说参可以自求多福的人，我们也欢迎可以一起哦，到时候可以提供一些资讯这样子。好，那 OK， 好，那圣经要广告。因为我们今天讨论的是那个环境景观跟生态美学，那宜兰的朋友有来出席，那我们也把诉求放进去。但是宜兰的农田地景不只是宜兰的问题，啊，是整个台湾的农业跟农村的问题。所以明天后天的晚上，我们在台大也有一场智库，专门为这个农田地景来办一场智库沙龙，会请到阿宝，他今天没有办法来，但是当天他会来。那吴胜老师，那这在西部的啊西东。那还有田委员啊，还有台大农学院的杨女士前院长等等。那也欢迎大家，如果愿意的话，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个事情。今天没有办法具体讨论这些，但是怎么样可以往下走？礼拜四的晚上7点，那欢迎大家看先知道的网站，我们上面有那个详细的地址，在台大的博雅教室圆桌区。好，谢谢。OK， 好，那如果再给大家这个机会，还有没有什么要？提醒的要联哦联署的部分，好，那如果没哦对，我们八海豚庙要捐款，大家如果以后要变成台湾最大的收到捐款的这个宗教的话，请大家先给他一点周转金哦。那如果秉承真的盖了庙之后，我期待他会超过这个我们很多这个妈祖的那些公庙，那可以一年可以收数十亿的善款，到时候我们就不用 NPO 的支持吧，我们自己都可以有这些经费哦。那请大家也可以帮忙支持。那再次谢谢大家来参与，那要握手的要抱抱的，大家给大家彼此相互激励一下，那我们就明天再见，谢谢。